我们的来自新加坡的一位艺人，我们来一个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天悦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中秋佳节快乐，中秋节快乐。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的天悦的 fans 来快点刷上你们的爱心爱的泡泡，通通都刷上来。是看见佩芬主持唱歌最开心。谢谢谢谢。我觉得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跟我们有缘分的朋友啦。对、OK， 这个人与人之间就讲求一个缘字啦。谢谢大家的这个支持，谢谢。好，那我们的天悦别来无恙，何塞不 ？OK OK OK， 你听，哎，那天我是不是在这个棚看到你哈？没有没有，这 This is my first time here, man. Oh yeah， 第一次呢。那是谁在 copy 我们的棚哈？那天我还以为我在看你一个节目，一模一样的嘞，把你不是在这边呢、啊？不是不是不是，伤脑筋。哎，有人在 copy 我们的棚的 layout。对，好了，没有关系了，我也常常被天悦跟其他艺人在 copy。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被天悦偷两招，我 OK 啦，我 OK。是，哎，刚才我朋友真的很踊跃嘞。怎么样？他们的手指很快嘞。好啦，很多很厉害的人哎。哦，东南西北哈，对不对？猜一个字，猜一个字啊。很明显哦。很厉害哦。东南西北，那那个字出来了。东南西北咯。对对对对，红，对不对？哦，不给不给不给，讲不给讲字，不给讲字，不给讲字。不是不是不是，没有红红的，不是红红。错错，不对不对，不是不是，要根据我们的答案哦，要根据我们的答案哦。对，而且你放在这边没有用，你要 WhatsApp 进来。没有红就没有白板，没有发财。这个字在麻将里面找不到的。找不到，哎，有啦。哎，有有有有有。但是它不是单字啦，它就是跟其他的字在一起。啊，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在那个弯弯弯弯，麻将有锁子嘛？锁子。有筒子。筒子。然后有冬至，冬至，冬至，还有什么万字？然后弯弯弯弯，我比较喜欢万字，万字。所以呢，大家呢应该知道这个答案了，有没有呢？哇，有人说可以唱十五的月亮吗？十五的月亮啊，你有那么爱听吗？卡关，你有那么爱听吗？有那么爱听吗？我想唱一些开心的歌，像我们天悦的第一首歌就是一首轻松开心的歌。是，而且呢，跟今天的这个庆祝活动的主题非常的。这个贴近，贴近，对，是的，他要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的优雅的歌曲，哎呦，也是非常团圆的歌曲，对，这首歌要这样唱的嘞，真的吗？嗯呐、啊，月圆花好，是的，月圆花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哦，希望大家月圆圆，人团圆啦，大家的口袋越来越多钱，好不好？哎，这个好，这个好。浮云。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最盖冰的脸开，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暖风儿响，这好花吹，热情蜜满人间，月圆花好。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醉，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
上飞盖冰滴连开，双双对一对恩恩爱爱，这暖风儿响，这好花醉，柔情蜜意满人间。谢谢一首《月圆花好》送给我们，尤其要送给我们的淡滨尼东的所有的居民朋友啦。OK， one very soothing number out to all our Tampines East residents. Okay, hope you have a very enjoyable night with us live. Okay, interacting live on Facebook. Okay, hope you love it. Song title associated with the moon, and of course definitely in line with our celebration, the Mid-Autumn Festival.